月八号是倪妮31岁的生日，晚间杨颖在微博晒出林夕比心的表情包为其庆生，写道：“林夕生日快乐！”这已经不是 baby 第一次为倪妮送出祝福。据悉，两人从2015年一起合作电影之后相见恨晚，感情升温，迅速成为了好闺蜜。baby 每年都会发博为好友庆生，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她的习惯。今年已经是第5年啦，网友们也纷纷送上祝福：“友谊长存呀，生日快乐，友谊99。”芒果捞新闻，这样的闺蜜情也太美好了吧！报道。